车有什么，等会儿小程度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？还有那个1260啊，1260轿跑都给大家过一下。18款的 CLS300 的一个豪华型，2019年4月份上的牌，就行驶了6万公里，2.0T 的一个排量，200，最高时速是250啊，最高时速250，新车含税落地75个左右，在这里帮大家省了接近25个 W， 给到老铁是一个49.98的一个价格啊。奔驰的 CLS300 的一个豪华型，这是一个5座车，好吧？来，选配的双星系统，稀有的石墨灰的一个配色，直列4缸的一个发动机，9档手自一体的一个变速箱，最高车速250，好吧？前置后驱全车无钥匙进入、无钥匙启动系统，包括360度影像它都是有的，自动泊车入位，而且它的话还是一个怀档，64色可调节的一个氛围灯，是吧？你想要绿色就给你调成绿色，你想要红色就给你调成红色，啥颜色都有啊，64色可调节的一个氛围灯，而且咱这个车也是带有语音识别功能的啊，语音识别功能是有的，好不好？哎，这腿无敌了，喜欢哪里点哪里就可以了，对吧？他们说虫啊，你这腿肯定是拉的，哥，对，这就是个拉的，好吧？这是个假肢。这是假肢，好吧？来，宝马敞篷4座的有吗？宝马敞篷4座4系，有，但是年份可能要久一点。哥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可以直接后台给我留个言。那个4系的敞篷在楼上，你要是想要新款的4系敞篷的话，要后台私信我帮你找一台，好不好？在那的话也是可以找车，买车卖车置换都是可以。我哥，兄弟们，你们家里边不开的车，你要想换车的话，你可以找我，咱家也是收车的。你记得你喊上我小虫子，绝对不会亏了你，好不好？来啊，那个这个奔驰是E300的哪一年？E300的不是E300，这个车是 CLS300的一个豪华型啊。它的话是咱们的18款，就跑了6万公里，49.98的一个价格啊。CLS300的一个豪华型，这个车是个5座车，拉你老婆、拉你媳妇是吧？拉你丈母、丈母娘、拉你孩子都是没啥问题的啊。无边框的一个车门，非常的帅气。来，我们再拉去看一下后面的一台奔驰一个1260啊，改了一个迈巴赫。来，那个车的话30多就可以拿下，就带大家去看一下。来，给大家该给大家整一波小陈哥才艺了，是不是？要想出门开奔驰，兄弟们现在努力还不迟啊。